是谁的声音？猜猜猜，是谁的声音？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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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鲁兰露。嗨，我是哒哒，好听的声音特别多。今天我们听哪个？我们要开始听声音啦！小朋友，快点快点，张开耳朵，你听哦。嗯，这是什么声音呀？哦，我知道了，这种声音我在奶奶家的果园里听过。小朋友们，你们猜出来了吗？这是？是布谷鸟的声音。哈哈，答对了，答对了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可真棒，让我们一起把布谷鸟变出来吧，和我一起说，哒哒噜啦。哇，布谷鸟的叫声可真好听，布谷。小朋友，快点站起来，和我一起学布谷鸟叫吧，布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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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好玩，真好玩。大家还有什么好听的声音呀？哦，当然有喽，仔细听哦。小朋友们，仔细听哦。嗯，这是什么声音呀？哦，我知道了，这种声音我在池塘边听过，这是。是青蛙的声音。哦，答对了，答对了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可真棒，和我们一起把小青蛙变出来吧，和我一起说，哒哒噜啦。哇，小青蛙在唱歌呢。小朋友，我们和小青蛙一起唱歌吧，快点快点，举起小手来唱歌啦。呱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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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，这是什么声音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他最喜欢在夜晚的草丛中大声唱歌了。他是？是蟋蟀的声音。哦，答对了，答对了，就是蟋蟀的声音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可真棒，让我们一起把小蟋蟀变出来吧。和我一起说，哒哒噜啦！哇，小蟋蟀们在唱歌呢，真热闹，真热闹！今天哒哒给我们听了这么多好听的声音，让我们一起对他说一声谢谢吧，谢谢哒哒！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听听听，是谁的声音？来来来！一起玩哦，别忘了要和我一起跳，那我们现在开始吧。哦，是这个声音呀、啊、小朋友，要和我
起，一、二、三，跳！哇，我顶到了！小朋友们，你们真的是太棒了！那我们继续走吧。哦，是这个声音呀、小朋友，要和我一起，一、二、三。实在是太棒了，那我们继续走吧。哦，是这个声音呀、小朋友要和我一起，一二三跳，一二三跳。哇，谢谢你们小朋友们，你们太棒了。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，我们来看看一共顶了多少枚金币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哇，杜拉姆顶到4枚金币，顺利过关了，太棒了！电视机前的小朋友，当然这也少不了你的帮助，奖赏。